Hello， 各位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腾腾。我们今天要来玩一款建造小岛的游戏啊。那首先呢，我们就靠近这里，它就会帮忙砍树。哦，我们现在是一个辛勤的伐木工，我看我们可以背多少块木头。没有，只是没有捡到哎。来，我们继续砍我们的树哦。砍树还会喷钱呢，不需要。我们成功的建造了我们的什么？是什么东西啊？是卖木头换钱的。来，我们继续砍我们的树。哇，这边旁边还有好多小东西可以用。我们砍树的速度是变快了。来，我们来去刚刚看到这里，好，很享受。哎，这里是什么？可以加强砍树的力道，还有加强磁力，你就升一下级吧，就可以砍得更快嘛。哦，我们得到一个，没有，这个还是要看广告。来，我们继续砍我们的树。这里是什么？诶，这个我现在没钱了，去换个钱。才赚15块，这只是拓展一个路而已。继续砍我们的树吧。哇，每次都会掉这种骨头，一直想要我看广告呢。觉得我们现在应该先升等级，对吧？我们靠近这一点，靠近一点砍，我一定会砍的比较快一点。来，我们再去卖钱了。咚咚咚咚！啊，来升一下级，把我们磁力点上去。我们应该要赶快去到这个吧，去到这种蓝色的地方。不过那里要三级才能去，我们赶快升级。那这个经验值是怎么算的？哎，我们尽量盖。哦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我们继续。我们好像可以背无限多个木头哎，我们这个小人也太猛了。好，换钱。我们现在有50块，看我们可以越级。现在不给去，那我们继续砍我们的树吧。我们再继续砍树哦，这里有金树哎。是会喷很多个木头，对。我们赶快升到，不需要。我们赶快升到我们的哪个？升到三级啊！我差一块钱。来换点钱。欸，可以了，要600个木头啊，这也太多了吧。那我要先弄一下。欸，我们已经凑够了600个，我们去开一下吧。快点。哇，成功了，我们来砍吧。不知道会不会变超多木头。好像没有。我是被坑了，好像有吧，应该有。我可以盖新的那个吗？盖新的换木头的，要不然这个好像有点坑钱。
有啦，这个砍比较快，那这个才砍没多久，就已经300个木头。我们把这些都砍完，我们就去升级吧，升级一下我们砍树的速度。我们来升一下级。哇，有个礼物包哎，这能打开吗？这什么意思？哦，哇，它是全地图的木头全部都收割哎，哇，这个好帅啊！要看这个商店是什么？好，没什么东西，我们再升级一次吧。这什么意思啊？下面的，哦，这下面的应该就是我们要解锁不同的区域的房子吧？A few moments later，一次砍3棵，效率啊，我们要追求的是效率。然后呢，这里也是一样，一次砍3棵。那这里可以砍到，就是整个的树干都没了。像这里还是有一点，就还是要砍，要不然走不过去啊。好，我们拿到这1000多个木头，我们去换钱吧。你有看到吗？这里有那个船的标识在这里，我们就去改一下渔港。这里要等级5，那我们再看有什么标识吧。这里是房子，那我这边还能够再出去吗？我看一下啊，哦，这里应该是这里吧，100个，这里有个宝箱，加了个500个木头，那这个30个的是什么？哦，这什么东西？我看一下这里有没有多，没有。那这个是干嘛的？我们看一下这个，这也没有啊。所以这个东西是什么啊？好，不重要吧，应该不太重要。那我们继续的砍我们的树，这里有，这里都是森林嘛，对啊，这个100块的，还是森林。那这个30块的呢？空地，我们把我们这个渔港的周围的地都把它开一开。哦，又有一个，还是500木头，再开一次。这里有100块。哇，这边都很无聊啊，都是树而已。还是树，你再给我是树，哦，不是树，是空地了。嗯，这里有新的建筑，需要200个木头。刚好，这是水井吗？我再来盖，好多路啊！不过我们的岛确实也变得更大了。这个，诶，这是什么？我靠，我们有新的功能了，是吗？这样蛮不错的，这样他会帮我们来砍，然后是不是他砍完他会放回去，然后我们再自己去领就好。我们再去砍一些木头吧。我现在又有1000多个木头了，我们走吧，拿去换钱。我们先去把我们的劳工。所拿的木头给他拿回来，然后把它拿去卖钱，这就是资本主义啊！我们现在有1000多块，哎，不对啊，我换钱要干嘛？我不是要去开那个港口吗？哎，我们这里有，
就是帮我们的那个劳工增加，我们增加他的库存，好不好？然后人多一点，当然比较好。然后这个就是加一点点攻击力的，我觉得就不太需要了吧。我们把我们的力量点高一点。诶，我们的这个房子是变大了，哦，很不错，很不错。我们再去砍我们蓝色的树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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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现在拿去卖钱。不能再卖钱了，我到底在干嘛？我要去港口这里，把我们的木头弄进去。好，盖成功了。这是什么？还要再1000个？那我们还差好多个，我们要再去砍了。好的，各位观众朋友，我去砍了一些木头，我们来继续建造吧。哦，我们有船了，我们去另外一个世界了。那我们这个世界要怎么办？哦，新的世界长怎样？长这样？这有什么特别的吗？哦，有哎，我们的木头可以换，没有换比较多钱，只是它换比较快而已。所以我们要在这里。那我们还可以回去吗？那我们好像就是要在这里了。这里是我们新的地方，新的砍木头的地方。哦，这里有个房子，那我们应该就是要走这里，应该是走这里。哦，房子在上面。这里也是一样的。欸，这个是什么东西啊？我们是少了一点东西。我们回到我们上一个世界去看一下。好的，各位观众，我们回来了。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是少了哪些东西。哦，这个图标就我们已经有了嘛。这个就是有那个人会帮忙砍树。那我们这个呢，也没有什么东西啊，也没有新的图标了，还是我看错啊？对啊，就只有这些东西而已。那没有关系吧？还是在下面啊，也没有。这第一个世界应该都完成了。那我们回到第二个世界吧。好的，各位观众，我们回来了。我们来换个钱，我们来解锁一下这里嘛，第三个世界。哦，这里要等级6，我们稍微砍一下树。欸，好的，各位观众，我们已经6等了，我们已经可以来盖这个了。哇，下一关是红色的树哎，那，这里有个金色的树，我们先砍一下。OK， 我们来砍一下红色的树吧。所以这游戏就是不停的砍树，不停的换到下一个岛，就这样。那好，这里要等级7耶，我们先去换一下。钱吧，然后顺便升级一下我们的能力。我们把这个吸钱的范围先点出来，那我们换个钱。那我们现在有1000多块啊，我们来看一下，自由变比较好吗？我们把我们的那个砍树的小帮手交换出来。有了有了，所以它是2个岛都有人在砍吗？还是说只会有1个岛？
就是另外一个岛的砍的木头可不可以瞬移到我这个岛上？应该是不太行的。也没有啊，他是帮忙砍这个红色的，所以他们砍这个应该会蛮快的哦。这个红色的树没了，那我们来解锁一下，然后我们就结束我们这一集。好的，哇，你看到没有？这上面已经聚集了250个了。我们看一下，我们先去搜一下吧，然后我们就结束我们这一集。我们看一下可以升级什么，这个现在都还不行。那我们这一集的内容就先做到这样了，我们下一集再见，拜拜。